猜看，人头还是死？猜对有没有奖品啊？有啊，法国之旅。那猜错呢？给你亲一下。改变。恭喜你，有第一任大师带你参加巴黎恋人之旅。我想你应该没看过著名的罗浮宫美术馆，还有喷水池前面那些肥得跟鸡一样的鸽子，以及贝聿铭的透明金字塔、浪漫的凡尔赛宫，还有你最向往的庞毕度的现代艺术。机票呢都已经 OK 了。现在就等一恋大师告诉我时间，来化位跟订房。你亲我一下的意思是，你不想去法国，所以假装自己输了？不是啦，就是一个女朋友想对男朋友表达一点亲近嘛。谈恋爱不是都这样子吗？还是我太久没有谈恋爱。谈恋爱应该像我这样，眼中只有彼此，看不到其他人。哎呦，干嘛起鸡皮疙瘩？真的有点恶心呢。是你以前太严肃，还是我不了解你啊？这种对白真的跟你很不搭。这种对白是跟我不搭，不过你要赶快习惯，而且要马上习惯。你为什么要把这几天的时间排开啊？哎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你认识他？不认识。来来来来来，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亚洲最大的化工集团魔法灵的社长季存希先生。哎，他呢是我的得力助手兼关门弟子一恋，啊，你们认识一下吧。你好。一恋，怎么了？你好，您要帮魔法灵什么忙啊？传承要进到大中华市场，我们要替传承设计一个专属的造假，当做传承的限量赠品。我又没有问你，依琳，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对待第一次见面的客人，怎么这么没礼貌啊？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啊？我知道，他今天跟Dylan修成正果了。我前面看到他们手牵手。春天来了，这春天里真是百花齐开啊！陈美。多什么嘴呀、啊？去，就看看窑的温度怎么样了。师傅，您可能没有办法帮魔法灵这个忙。为什么？因为师傅忙啊。过几天丹英博物馆会展出师傅的作品，英国他们希望师傅可以出席座谈会。哎呀，能不能推掉啊？大师说的话不可以言而无信的。哎，那我就快去快回。可是下个礼拜你还要参加纽约艺廊的陶艺交流会，没有时间呢。那下下个礼拜呢？哦，中国南方艺术中心的邀请函我们已经收到了，我已经口头上答应人家说你会出席。接下来的行程师傅都是满档，一点时间都没有。看来我得另外寻找合作的对象了。太好了。真的很遗憾，中山龙大师这次没有办法跟贵公司合作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的，没有我还有你吗？什么意思啊？我不能做，你来做呀。
是我最得意的门徒啊哈，他一定做的不会比我差的。师傅，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谦虚推辞了。我没有谦虚推辞啊。那是为什么呀？因为这个作品太商业，我们做艺术的，我想做艺术，艺术是不会有任何限制的，这方面你不用担心了。可是传承是魔法灵指标性的商品，而且是纪社长他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那一代传过来的。我，你对魔法灵的历史还是很了解的嘛？因为魔法灵在台湾很红啊。我的意思是说，我怕我这次做的不好，坏了您的声誉。你就不要再担心了，你背后不是还有我顶着的吗？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的。季社长，我想你应该会尊重别人的意愿吧。一任，没事的话我先回一趟啊。嗯，好啊。你们两个这穿的是情侣衫呢啊。你好，季社长，你不建议我跟我女朋友说句话吧？怎么，你认识她？嗯，认识啊，只是可惜一直没有机会熟。啊，传承呢，这次来找我，让我帮他设计图案。哎呀，可是我太忙了，只有把这个工作交给你编了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子。嗯，我也觉得，如果是一恋的话，一定可以做好这份工作。懂得欣赏一恋的人，第一眼就能看出来与众不同。至于其他那些不懂得欣赏的，我看就是花一辈子也不会去了解，对吧，师傅？是啊，就像我一样，第一眼就看到他是个天才。好吧。月宝贝，不要忘了哦，晚上的约会。师傅，那我先回去了哦。哎，好，季社长，拜拜。钟山龙师傅，我在想，由您的得意弟子来替魔法灵设计，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那当然。刚才不是说要尊重我的决定吗？昨天我们说过些什么吗？我跟你很熟吗？你认小子吗？